为着要提升这温泉产业的竞争力，花莲县政府头一摆举办好汤评鉴，而且会颁发表彰。有十二间的温泉业者摕到奖，就是希望透过评鉴鼓励这温泉业者会使继续来提升因的服务品质。今日寒天，民众爱浸温泉，也毋过花莲的温泉知名度亲像也无够。为着鼓励温泉业者加强竞争力，官府头一摆举办2023好温泉评鉴，希望鼓励业者会当一直提升服务品质。很多人说啊，只有知道礁溪温泉哪里温泉，可是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这几年，其实透过我们大家一起合作，把整个效益提升。花莲温泉主要有玉里安通温泉、甲水尾温泉，今年拢总有16间业者报名评鉴。项目分为温泉设施、服务、友善环境等7大项目，邀请专家学者实地访查评鉴。另外，佫增加一项网络投票，有12间业者获奖。透过这样的一个评鉴方式，能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，唯独创新有不一样的服务品质或者是设备，然后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泡温泉。水上花莲已经连续举办五年的太平洋温泉会，包括当年的温泉专车等客会，都为南科带来不少观光人潮。去年的温泉专车大概是在1500多人左右，那今年我们持续的在加码二日游的这个游程，所以今年大概有到2500个。因为游客太多，官府表示温泉专车要延长到12月初十，游客可以到花莲观光资讯网站来询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